没事啊，别慌别慌。我送你车就让你泡妞的是吗？哎呀，你说啥呢？我上午不是去接了个婚庆吗？这刚忙完，把人家伴娘给送回来。你送伴娘送到酒店，还就你俩？那其他人都走完了，不就剩我俩了吗？老妹儿，你上午参加婚礼那个照片呢？穿伴娘服那个，给他看看。哎呀，我不知道他有女朋友，要不就不让他送我了。你咋不跟人家说你有女朋友啊？哦，我见个人我就跟人家说，哎，你好，我有女朋友，我有病啊。还有这个，你看看，人家给我转了500块钱，真是去结婚去了。我都没问你，他是谁啊？你们来酒店干啥来了？我们来这开会啊，他是我代理商，我要不来这开会啊，指不定你们干点啥。怎么说话的你？钥匙呢？在车上呢，咋了？哥，车你女朋友送的？啊。这脾气也太大了，疯了就疯了吧。你咋又来摆摊了？那我不得挣钱吗？你给我来一趟。你有事就在这说好吗？我忙着呢。不来我把摊给掀了。赶紧说吧，找我干啥？哎呀，你来呀！看，以后你不说，别人也知道你有女朋友了。